哎，有点酸哦，有点辣，又是一个酸的。L 的美妆桌喝了就要说。在我的面前呢，摆了很多个 shots。我第一眼看下去呢，就被白色的这一瓶吸引住。准备好了、哦？私底下有没有洁癖？我非常需要很多就是清洁手啊，碰了什么东西马上要清洁。So 这边是一个最廉价、最喜欢的一个 Dettol， 非常的油，干净的厕所的味道。I like this。这个很屌，这个是 Aesop。我是一个很爱一个人没事去逛他们店的人，因为他们的味道非常的疗愈。I like it。我其实碰什么东西，碰到脏脏的灰尘就可以过敏。我前两天去拍新专辑的里面的 MV， 然后我们在一个公车上面，上面都是灰尘，但是我就很入戏嘛，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对嘴啊，还边摸那栏杆呢，摸来摸去，摸完到最后我摸到我自己的脸，然后这边就开始一块一块红色的点点。So 这个东西是那时候一定会需要的。哎，有点酸。哦，有点哦，有点辣。边哼歌边擦唇膏。So let me show you just how it's done. I got things, things, things make you whine, whine, whine. 我的妈呀，好智障啊！OK。又是一个酸的。请秀出最爱用的保湿。并且边跳舞边示范用法。Oh my god! And feel it. Oh yeah! 脖子的细纹都 say goodbye. 这个在屈臣氏就可以买到，超好用的一个 moisturizer 乳液。终于有一杯是甜的了。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前几天我们去拍第三波主打的 MV， 名字叫做《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》，所以从这个歌名就能听出来，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。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公车上呢，然后边对嘴，然后边哭哭，然后把第一次的哭戏也放到这个 MV 里面了。这一杯看起来有一点复杂，请分享私底下的保养癖好。湿纸巾，外面的厕所啊，哎，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脏，所以还是可以擦一擦呀、啊。或者手要一直保持干干净净的，要不的话我手很爱碰脸，一碰脸那就完蛋了。最后一杯呢，看起来是人生中你最需要的一个健康绿色的 shot。其实我都忘了跟大家说，这些都是果汁啦，所以是没有酒精的。要是酒精的话，我喝到现在肯定就 say goodbye 了。最推荐的养生食物，大家这个会请经纪人或者是工作人员帮我准备一碗汤，因为最近也是天气变得有一点冷了哈。哎，真的很好喝，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一起 hang out， 记得哦，多喝点汤，拜。